跟来。春天在哪里？看看还菜有没有虫。刚来到我们这所学校的时候，只有六个教室，而且这个教室的屋顶是破了，好下雨天上课的时候都会闹很大的雨，那老师没有办法正常的上课，我们就带着导力上课。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哪里？现在我们学校有新盖的两栋楼，国家都给我们派了这个各种的教学设备和这个仪器。早年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没有厨房，我跟我爱人哈，他说，那我们每天啊早上啊哈，都要4点多钟起来，为孩子们准备这个早饭。但是每天晚上哈、都是我跟我爱人进行选业，啊，那上半夜就是11点钟哈，我们选一次业，啊，下半夜的2点钟左右选一次业。吃饭了，开饭了。现在的我们现在技术条件跟以前啊有很大的这个改善了。几号时候等一下准备吃饭啊？有设置的这个多功能的餐厅嘛，里面有这个多功能厨房。还好。那里面这个整个厨房里面的设备的，跟城里面的那些的技术室学校哈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呢，关爱了是吧1000多个留守儿童，那这些孩子呢，早上大上以后呢，都会经常回来母校反馈我们母校。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哪里？我爱人哈已经介绍在这个镇海县就业47年，现在我的愿望呢，还要继续关爱这些孩子。让这些孩子早出大山，啊，做社会有用的人。这念什么？这花。赶紧睡觉哈，马上哈，孩子们熄灯了哈。就算我们没有把被子弄整好，他就帮我们的被子弄很好。我想跟校长说，他校长辛苦。